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。那个今天来玩一下 Pokemon Go， 那个要玩，先连接一下好了。Pokemon Go 这次出了那个Push 宝可梦球嘛，对不对？那它，我先连接一下好了，连接我的宝可梦球，连接成功了。那我现在要连接我的神秘礼物，好不好？因为我有买球球，透过精灵球不许接收。有一只宝可梦，里面有一只梦幻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注意哦。好好好，连接连接，是否是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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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获得连接讯息。我的皮神跑完了，来了，梦幻被登录图鉴了，超能系，当当当当，接收梦幻，太酷了。好，我现在跟我的 Switch手机 Pokemon Go 跟 Switch 连接，然后又跟宝可梦球连接了。好了，我确认礼物了，好不好？接收梦幻，我可以开心的回去了。那个开心回去，然后组队嘛，对不对？同行宝可梦包包，宝可梦盒，把我的那个梦幻登入队伍里。等一下，不是，错了。你要哪一个不要同行啊？走路草，这个妙蛙种子，尼多兰，走路草，大针锋不要好了，大针锋不要了。移除，好，然后把这个我的梦幻一级。加入同行队伍，虽然梦幻不能提升等级，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拿到梦幻，有没有？我们要好好的锻炼它一下，跟丘比玩。那个我的丘比就是那个啦，皮卡丘啦，男皮卡丘，我可以跟丘比玩，丘比，皮卡丘。皮卡丘，你看我摸皮卡丘下半部分，他也很爽。皮卡丘，哎，没有，他不爽了，不摸了，好不好？不摸了，他不爽了啊！走，皮卡丘，好了，我来挑战小刚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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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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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大关挑战者吧？我不是训练家，但我可以评判断你有没有足够的水准去挑关倒转组，让我看看哦。对属性相克没有足够理解的训练家，没有资格进入神辉道馆。虽然说有好几种属性能克制道馆派出来的，岩石属性宝可梦啊，岩石属性派飞行属性不就好了吗？我有啊。但深灰道馆要求第一次挑战的训练家使用草属性或水属性的。哇，我有草属性啊，我有妙蛙种子，草属性的啊，妙蛙种子很好，有那只就及格了，成为宝可梦冠军迈进吧。我来挑战小刚了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你们说要把同行宝可梦，哎，按错了。其实球球没有很好操控，哎，真的球球没有很好操控，主要是它 A 键和那个固定在十字轴上啦。然后我要什么？从球里放出来，好了，这样子，梦幻一起走吧。梦幻就可以跟着我一起走了，有没有？好了，有皮卡丘在我身上，
一个一个打哦，深灰道馆，然后有点不同哦。哼，哼，哼，野菜女孩，哼，派出小拳石，哼，皮卡，去吧丘比，我管你什么属性，我全部都用我的丘比。丘比电光一闪，丘比使出电光一闪，虽然效果不大，好像没有效果。哇哦，赢了！看这样子，一人一拳我也不会输啊。二段踢来，十二二连踢，一踢再踢，效果绝佳，踢中了两次，小拳石倒下来了。丘比获得35经验，等级提升到14。梦幻提升到2级了，哇！战赢野菜女孩。好了，你去旁边休息啊，不要阻止我挑战小刚，好不好？小刚，我们来了。你还找了10000光年呢，光年是距离，要讲多少次？露营少年俊一，好啦，又派出小拳石哦。那个永远的皮神，好不好？皮神二段踢，踢完就赢了。哇，一下一半。效果绝佳，皮神二段踢，皮卡丘，丘比，我们要赢了！糟糕，10000光年不是时间，是距离。哎呦，哦，真的，他这个没有乱盖哦，他们真的知道是距离哎，10000光年是时间，不是时间是距离。哎，小刚，哎，等一下我按错了。小刚，我来找你了。等一下，小刚，小刚，你的眼睛会张开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好难按哦。小刚，我来找你了。你来啦，我是深灰市的道馆主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道馆主小刚拥有石头般坚毅，我的宝可梦也是如此，坚如顽石，坚韧不拔。你这个石头顽固啊！没错，我使用的全部都是岩属性的岩石属性宝可梦。呵呵，明知道会输，还是要向我挑战吗？拜托，我管你是用什么属性，靠我的皮神，皮神，皮卡丘，丘比上吧，就决定是你了，丘比。噔噔噔噔噔噔。道馆主小刚派出了小拳石，啊！丘丘派出了丘比，就决定是你了，丘比！战斗吧！使用二连踢，丘比使出了二连踢，一踢再踢，呵呵，效果绝佳！下一次的二连踢就要赢了，没在怕的，没在怕的。我永远的二连踢有没有？就靠这个二连踢一路踢呀、啊！小刚，你的小拳石算蛮强的，没有一下就倒，踢了三次，哇！噔噔噔，来喽来喽，噔噔噔！道馆主派出大岩蛇要替换宝可梦吗？不用，继续战斗，继续战斗。无视属性有没有？噔噔，哇！小刚的大岩蛇出来了，丘比就决定是你了，继续二连踢。丘比使出二连踢，不足。哎呦，大岩蛇真的比较强哦，踢了两下，损失一半的血，没击中丘比，没击中，所以我们可以
一滴血不损的击败大元首。踢，我再踢。谢谢，谢谢，小刚的大元首，击不过丘比的四次连踢呀、啊，踢了四下，小刚的大元首缩回去了，有没有？大家都看到了，缩回去了，战胜了。我好像太小看你了。我要秋秋获得了1920块作为奖金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谢谢，为了证明你战胜我，宝可梦联盟证认证，灰色徽章就送给你吧。噔噔噔噔，我与丘皮打赢了。哇，丘皮不是盖的哎，从那边拿到灰色徽章了。有了灰色徽章，就是从别人手里得到宝可梦，只要在20级之内，他们都会听你的。对了，这个也送给你，招式学习器头锤。放置招式随机器盒，使用招式学习器，宝可梦就会立即学会招式哦，而且用完了也不会消失。顺便说一句，招式学习器01可以让宝可梦学会头锤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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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哦耶哦耶哦耶！我拿到徽章了，徽章徽章，这里记录有没有？记录，噔噔耶！秋秋确实记录了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哦耶哦耶！我们的皮神丘比，你好神，一直踢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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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踢赢了。嘿，那边的家伙，啊，你是谁？你哪位？你要跟我战斗吗？我说你，你不会是叫秋秋的家伙吧？我叫秋秋，我就是，你怎么知道？好厉害，我就是。咦，你怎么知道？选这个哦，跟爷爷形容的一模一样，真的还假的？我是青绿。我听大木爷爷说，真心正又有跟我一样青绿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的那个，我的死对头不是啊，我的邻居叫屁孩哦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我的邻居叫屁孩，我的邻居叫屁孩，赶快过来看看哦。看来你已经解决了，蛮有看头，这是给你的奖励，5个超级球哎、欸！哦好，放进了捕捉口袋，更容易捕捉、哦。对啊，研发成功了，用铅笔记录哦。哦，最爱有几种高科技了。青绿走了，啊？青绿走了、欸，那我们要继续往下一个道馆前进了。那个宝可梦在那边干嘛？在那边摇一摇。皮卡丘，他好开心哦，兴奋的看着闪亮亮的道馆徽章，我们要跟他互动一下。皮卡皮卡，他不开心。哎，他摸肚子不开心。有哎、欸，皮卡丘开心了。哎、欸，丘比丘比抓下面开心了。哎、欸，好了，不开心了。皮卡丘不开心了，我等下吃一个果实好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喂丘比吃果实，啊，喂你吃，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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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心哦，哎、欸，好了好了，我们走我们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开心就好，我们走，丘比开心，哇，他们有呆河马哎、欸，好酷哦，呆呆兽，方便说话了，那岂可以帮一个忙吗？什么东西？生灰，呆呆兽怎么也不肯动。呆哦，暂时照顾呆呆兽好啊。哦，呆呆小呆呆兽就拜托你了。那我就照顾他。行动缓慢。就这样。和呆呆兽，我在半蹲，我在练马步哦。他放屁哦！获得大珍珠哎，放进帽包里，就这样。自己瞎想啊！自己瞎想啊！生辉博物馆进去看一下好吗？
等一下我们要去打小霞，好不好？参观费用50块，要参观费用，拜托不要，我不吃，不屑，不屑，不屑，我要继续去抓宝可梦了。哎、欸，梦幻好像发现东西了、欸，怎么了？里面有东西。哦，梦幻找到什么了？香蕉果。哎、欸，好帅哦！放到捕捉口袋。好，梦幻找到香蕉果，我要继续朝那个朝其他地方前进了。剑月山，好、哦，走喽。哎、欸，还有事哎、欸，新手训练家。训练家很强，要对战吗？好啊，对战啊！训练家、欸，哎，教练训练家，派出了妙蛙种子，皮卡丘，一样皮卡丘丘丘。皮卡丘电击，皮卡丘使丘比使出电击、欸，效果不好，效果不好，寄生种子没击中，看来又是二段踢了，有没有？二段踢，其实我应该用其他招式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的皮神对妙蛙种子没有这么强的力。招式哎、欸，电光一闪，丘比使出电光一闪，哇，电光一闪比较好。丘比再使出电光一闪，不要怕、啊，丘比，我们打赢了。从头到尾只有用皮卡丘，从来没有派出其他人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照理讲，我应该要多派其他人属性相克一下，结果都没有，太混了，有没有？好了，我们战胜了。哎、欸，这边发的钱都很多哎、欸。哇，完全不是你的对手，收下这份你的活力碎片。我获得活力碎片了，放进恢复口袋。好好好好好。不行。哎呦，跟我的超梦讲，梦幻讲话，梦幻好像很高兴的，你能战对战胜利，很高兴看到更多训练家，还有吗？看起来想摸摸丘比那摇晃的尾巴，梦幻碰忽然碰到了你，稍微陪他玩一下吗？是。哎呦哦呦，很高兴能和你一起玩。哦，好，就这样，不想讲了。我先看一下地图。小蘑菇、大珍珠，小蘑菇和大珍珠。我现在走到这里了，之后就是一直往前面走，走超过剑月山，然后走到兰华寺，小霞就在这里，兰华寺。不过我现在要先回去城里面，因为我觉得我的皮卡丘丘鼻战斗的有点辛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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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OK OK， 来来来来来，那个道馆训练中心。哎，退出。是的，宝可梦中心休息。我真的觉得球形没有这么好按，想把它改回遥控器了。而且全部也只有皮卡丘要治疗而已，其他人都打酱油吸经验而已。神奇宝贝中心来了。
看完了，我们走。三号道路，去抓宝可梦了。哇，这个应该也要打仗的，小朋友也要打仗，每一个人都要打仗。有，看到了，眼神对上了，眼神对上了，可恶！我没事，干嘛跟你眼神对上？尼多朗，皮卡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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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等一下又用错招了，对不对？皮卡丘，我的皮卡丘中毒了，丘比中毒了。丘比，你中毒了！丘比中毒了！这样子结束之后要解毒吗？这样子要解毒吗？应该不用吧？看一下。啊，要欸，查看资讯。皮卡丘，你中毒了！哇，不能直接这样子解毒哦，真麻烦欸。噔噔，包包，中毒，中毒，恢复药，伤药，解毒剂，使用皮卡丘，毒消除了一干二净。真麻烦，如果以后能第一招就把他打死就好了。这边有小拉达，只有小拉达而已哦，只有小拉达而已，准备投球，只有小拉达，我竟然要抓小拉达，好委屈哦，捕捉了小拉达了，梦幻七级哦，波波十四，波波是不是快要升级了？这里是不是有？哎，这里有穿山鼠，而且好像是大型穿山鼠。哦哟，大型穿山鼠，等你吃吃莓果。好好好，乖乖的哦。哎，哎咻 ，nice。好了好了，抓到了。耶、yeah ！这个训练家没有等级啊，只有那个。宝可梦有等级而已，本身训练家没有等级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这是什么？电磁波电极。哎，那我把摇尾巴换掉好了，忘记指招式。一二三，空。于是学会了电磁波。走路草上升到十四级。催眠粉，忘记其他招式吗？催眠粉是草属性的、欸、我有麻痹粉，我把催眠换成麻痹好了，这个换掉。空，于是学会了催眠粉。获得穿山鼠资料，这个东西太多了，冲哦！哎，这里有东西，隐虫香水放进包包里。然后我们看到小拉达已经不屑了，有没有？看到小拉达，哎，等一下，
你的梦幻又发现东西了。莓果。噔噔噔，这里是写什么？我要去兰花寺，要先经过剑月山。这里剑月山在这，一路冲冲冲，有没有？一路冲冲冲，哎，到了剑月山的那个吗？道馆吗？不是，剑月山的神奇宝贝中心。那我刚才干嘛用解毒剂？我刚才干嘛用解毒剂？好像不太需要，浪费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这里有球球。嗯，离动神放进包包里。哇，剑月山前面的里面，哎，等一下，上面有喵喵。哎，梦幻梦幻，不是那个那个什么胖丁。看到，看到火箭队了，白洞，白色的明天在等着我们。哦，我看到你们了，喵喵根本也没有在表发疯啊。哎，这里的喵喵不会讲话。哦，跑掉了。皮皮。好，来了来了啦，超音符啊。别歪了。哎，我觉得他丢球也很要一直按确定，觉得很 excellent。你们在吵，我就把你们通通崩掉。一不小心讲错，就要别再去皮皮，再去皮皮，再不去本质，再去皮皮，皮皮呀，皮皮。何必嘞？你们也会讲错，我也会讲错，偶尔讲错，不要这么激动嘛。那是皮皮，那是皮皮，讲错了，皮皮。不要这么激动嘛，偶尔讲错而已。所以我都不能讲错话。小拳石，修更逃。修更倒，哎，头歪了。我剩十颗球嘞，我没有这么多球可以投，应该要去买一下。我觉得他头都歪歪的，没有办法把我投得很正。我比较喜欢直接插在上面玩，就是插在那个游戏主机上面玩。插在游戏主机上面玩的时候，你就是直接按那一键就可以投到了，没有这么难投。这个常常投偏，有没有发现？秀更逃。不知道能不能捡到一些石头，伤药。等一下应该要回去，回去那个了，回去那个，回去补球。你看，你看，我投出去都好偏哦，让我很无奈哎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好。都没球了还这样子，哎，超偏的啦。好了好了 excellent。 投到 excellent 也没有用，运气运气。
你说调整什么摇杆角度哦？我现在拿着一颗球哎，要调什么角度？调什么角度？我说哦，我不是讲宝可梦好不好投，我是讲这一颗球好不好投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玩到这边，看来小霞要下一次再抓了，嗯，下一次再打小霞，先玩这样，连控制都怪怪的。下一次我应该会用摇杆玩，就不会拿这一颗球了。今天主要是要那个，我的球已经变成这一颗球了，纪念球哎。我已经投纪念球了，有点浪费哎。好啦，先这样子，不抓了，不抓了，已经在投纪念球了，太浪费了。因为我今天就是一开始在那个啊，要关台了，休息了，拜拜喽。